请掀开经本175面，经文第四行，佛告阿难及韦提希，见此事已，次当想佛所以者何？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时，是心即是32相80隨形好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诸佛正遍之海，从心想生。这个十六观经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段，这个是在十六观里面是第八观，这个经文一开端已经将净宗修学的依据方法都为我们圆满的讲出。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这个一段的意思很重要。不但是佛劝我们要想佛，要时常想佛，过去智者大师曾经讲过，智者大师有《观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叫《妙中抄》，他注得很详细，分量比这个要多上很多。他老人家曾经讲，他说我们要想佛的时候，亦就是依照这个方法来观想，必须先要知道观想的圣体。这个圣体就是能观，能观的是本觉。咁换句话讲，我哋发心修观就系此觉，此觉合本觉，此本相应。呢个系修学，唔单止系呢个净宗观想念佛嘅修学。可以讲是所有法门修学的秘诀。本觉就是波耶经上所讲的，是我们自性本具的智慧，波耶智慧。这个就是法界体，前面这个经常讲的
诸佛如来是法界身。佛喺呢度同我哋讲，唔单单系指嘅阿弥陀佛，佢呢上面用嘅系诸佛如来，亦就系说明十方三世一切正得究竟果位嘅，都系法界身。换句话讲，佢嘅智，呢、这个智系身，《华严经》讲嘅智身，呢、这个智身系尽虚空遍法界。我哋众生起心动念，佢都知道。佢点解知道呢？因为佢嘅智系遍虚空法界。虚空法界再世，好似《华严经》常讲嘅，因无端，因无端佢亦入，一微尘佢亦入。我哋今日讲原子、电子咁细，佢仲系入，因此佢只系真真实实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知。当然亦就无所不能，我哋时常讲全知全能。并唔系只有佛独有嘅，证到究竟果位嘅人，佢专利咁就错啦。实实在在讲，是所有一切众生，个个都是这样，没一个是例外的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一个是觉，它这个作用得很圆满。一个我们虽然亦入，我们自己本身亦入，入咗点样迷啊？人哋入嘅系波野智慧，我哋依家将波野智慧变成咗无明，我哋亦入，入乜嘢？入无明，系一样亦唔知道啊！所以讲咧，呢个无明烦恼同波野智慧是同一个体性，同一样嘢，一个在觉，一个在迷，差别就在这里了。那觉了的诸佛如来入一切迷惑众生心上中，迷惑众生这个无明亦入诸佛如来的心想中，这个没有例外的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他知道佛帮助众生，经常常讲佛不度无缘众生。实在讲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一个缘相，未满亦是缘，欠缺亦是缘，成功亦是缘，失败仲是缘，都是一个缘相。佛不度无缘之人。那我们要问了，乜嘢人自叫有缘呢？有缘就是真正肯听话。佛对我哋嘅教导，我哋能完全接受，
咁就叫有缘啦。百分之百嘅接受，咁就同经常讲嘅立刻感应道教，好似世尊同韦提希夫人说明西方世界嘅医正庄严，阿弥陀佛、观音世智立刻就现身。各位谂谂，乜嘢原因呢？佢嘅缘具足啊！呢个缘当然世尊呢个介绍系个好重要嘅因缘，佢本身信念系感应嘅关键。我哋今日读释迦牟尼佛呢本经，同释迦牟尼佛当年介绍冇两样，可见得佛同我哋介绍呢个缘系相同嘅。咁佢当时感得阿弥陀佛、观音世智现身，我哋今日冇能够见到佛菩萨喺面前，呢个道理啊，系我哋自己本身信愿无畏提希夫人咁样嘅坚强啊，咁样嘅圆满。原因喺呢个地方，原理冇两样。佢呢一句系将修学嘅原理讲出嚟啦。咁我哋想菩萨，必定就见菩萨。真嘅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因为呢一个道理，呢一个事实，佛下边就教导我哋修学啦，将呢个修学嘅纲领同我哋讲出嚟。是故汝等心想佛事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。我哋想佛嘅相好，心里边变现出呢个相好，因此想佛嘅时候要细细嘅想，好似呢个经常教俾我哋呢个观想，尤其呢一段里边同我哋讲观想嘅次第唔能够错乱嘅。这个次第从上往下想，或者从下往上都可以。从上往下呢，想这个佛顶微毫，这个白毫金木，往下边再想到佛的这个莲花宝座，右下呢就从宝座观想，再想莲花，再想佛的这个身上，亦就是从下半部慢慢到观想到上半部都可以，顺逆都可以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这个心就是佛，各位要知道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。所以世尊在花严严国里面跟我们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个话佛不是时常讲的，怕人家发生误会。这个本来成佛是从真心、从本性上讲的，
我哋真心本性同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同一切众生乃至于同畜生、地狱、饿鬼，亦系无二无别。现象作用上的差别，完全是在迷悟不同。除了迷悟不同之外，确实无两样。这个是是心是佛。现在这个十法界呢，这个是我们心想变现出来的。佛教我们是心作佛，怎样作呢？想想佛就是作佛。我们自己本来是佛，现在由一心想作佛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？你两句话将一切众生为什么会作佛，为什么会成佛，在理论上圆满跟我们讲出来了。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，从这句推演出来，哦，原来十法界真的是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，时心作佛，这个成佛的它是以这个修的。时心是菩萨，这个是一般大乘人，我们时常讲大乘根性，大乘根性是心作菩萨。是心作声闻缘觉，这个小乘根性。有些人只一味的想人天福报，是心作天，是心作人，这个就是六道里面的三千道。一味搞贪嗔痴，那些就是心作饿鬼，作畜生，作地狱。谁教他作的呢？他自己乐意去作的。这个有什么办法呢？不是有人指使他自去作，而且他自己真的迷惑颠倒。他是被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迷惑了，不知道去作佛作菩萨。佛在这里教给我们，在所有法界里面真的是第一殊胜，教我们作佛。假如他教我们作菩萨，佛好对不起我们，菩萨不圆满，应当教我们作佛，这才是真正究竟圆满。诸佛正遍之海，从心上生。这个是讲佛的究竟圆满智慧，这个很现实的。我们大家都讲求智慧，都想求究竟圆满的智慧。这个究竟圆满智慧从哪里来呢？这里跟我们讲，从心想佛则生。因为佛是究竟圆满的，菩萨不究竟亦不圆满。如果你想六道里面福报，那你就是迷惑颠倒，
冇智慧啊！正遍知正是正确，决定无错误。遍是遍知无所不知，依家的、过去的、未来的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无一样不知道，这叫遍知啊！亦就是其他宗教里面所谓的全知全能，我们佛法里面叫正遍知。海是比喻智慧广大，好像大海一样，这个是从心想生，这个想是观想，而不是胡思乱想。胡思乱想里头，这个没可能有智慧的。所以底下就教我们，这样怎样的想法，是故应当一心系念。这个观经里面提出了修行最高的指导纲领，就是这四个字。佛在无量寿经里面跟我们讲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个地方是一心系念。弥陀经上是一心不乱。咁由此可知，这个只是我们修学的方法，一心系念，净土三经完全一致，这个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，一定要知道依教奉行，要依这个方法来做。一心系念，系念得乜嘢？一心系念，我们做得到。这个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，我们的确不容易做到。但是一心不乱这个这一句，不是梵文的本文。弥陀经梵文原文不是一心不乱，各位看圆藏大师的译本，藏师的译本是直译的，照着梵文的意思译的，译是一心系念。鸠摩罗什大师是意译的，他老人家翻一心不乱，但是一心不乱有没有错呢？无错，亦不能讲佢有错误嘅，而系一心不乱。一般嘅修行人系喺临命终时，佛嚟接引你嘅时候，自度一心不乱嘅。我哋有嘅功夫系一心系念，佛嚟接引嘅时候，佛光铸照，佛光一照，我哋嘅业障就消除啦。这个功力就提升了一倍，所以从一心系念就能够提升到一心不乱，所以他亦没有讲错，那个是见到佛功夫提升到那个境界，而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修到这个境界。有能力修到这个境界的人当然有，但是不是多数人，那些是少数人，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。所以遇到佛光，功夫就提升一倍，功夫成片的就变成事一心不乱，
正得是一心不乱，就变成你一心不乱。所以他的功夫遇到佛光是一定向上提升的。下面教给我们闭观比佛，这个就是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我们观想哪一尊佛呢？观想多陀阿伽道阿罗诃沙藐三佛陀。这个是佛的通号，多陀翻作如，阿伽道翻作来，我们称如来。他这个地方完全用的梵音音译的。阿罗诃翻作应供，三藐三佛陀翻作正遍智，或者翻作正等觉都可以。正遍智和正等觉意思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完全翻成中国意思呢，就是如来应供正遍智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佛的十号里面的三个号代表。这里的指西方世界无量寿如来，指的是无量寿如来。想比佛者，先当想象。这个观想阿弥陀佛从哪里观起呢？先想他的相貌。闭目开目，见一宝障，如阎浮檀金色，坐比花上。这个你想，这个想一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身是金色，所以我劝同修念无量寿经，将无量寿经念得好熟好熟，可以帮助你观想，你不会想错。这个经一定要能够背诵。我们念这一声佛号，西方世界依正庄严都浮在我们心想之中。要用经常的话呢，都入到我们自己心想中，我们的心就不会打妄想了。有些人跟我说念阿弥陀佛不得的，一面念佛一面还是妄念很多，妄念伏不住。如果你对于西方世界依部正部好熟悉的话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提醒你，句句阿弥陀佛，西方世界依正庄严都入我们心想中了，你这个心想里头哪里还会有妄想呢？不会有妄想的。这样功夫很容易得力。下面经文是因像，像是正部，就见到依部的国土，见像坐矣，心眼得开，了了分明。见极乐国七宝庄严，宝地宝池宝树行列，诸天宝幔
微福其常，众宝罗网门去空中，见如此事，极令明了，如观掌中。咁呢个系见到依部西方极乐世界嘅呢个居住环境都现前啦。现前之后，呢个心不能生欢喜心。欢喜心系情，系执着，系烦恼，令呢个心更静落嚟，更定落嚟，然后呢个境界就越嚟越清楚。越嚟越鲜明，这个一段我哋睇睇呢个善导大师嘅开示。177面，我哋从倒数第五行睇起，倒数第五行，从最后第三个字睇起，第二，从诸佛如来下至心想中以来，这个是解释呢一段嘅，证明诸佛大慈。应心即现，有思成意，故劝汝想之。这个是善导大师用这段经文特别劝勉我们，也就是特别提醒我们利益非常殊胜，无比的殊胜，劝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，这个修学就是修观想。底下这个问答很重要，问曰：韦提上请，韦提夫人在前面请求的为子弥陀，他想求生的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但是佛在这个地方答复的呢，不是的，佛是教你观想如来应供正遍知，并没有指定阿弥陀佛，实际上意思是指定的，但是言语上没有指定出来。我哋凡夫好执着嘅，言语冇讲明白，我哋就怀疑啦。所以特别有咁嘅一个疑问，未审如来，呢、这个如来系释迦牟尼佛。今总举诸佛是有何意也？佛点解唔单止阿弥陀佛，就教佢观想阿弥陀佛就好呢？点解讲要观想？如来应供正遍知，这个是诸佛的通号。为什么要这样讲法呢？答曰：欲显诸佛三身同正，悲智果缘等齐无二，端身一座影现无方，亦复有缘是临法界。可见得佛的这个言语含义好深。佛讲诸佛当然包括阿弥陀佛在内，不会讲阿弥陀佛在外。如果指定阿弥陀佛呢，
你会误会到只有阿弥陀佛，其他诸佛大概冇阿弥陀佛咁慈悲啦。你会想错咗，所以呢个用意就系同我哋讲，一切诸佛三身同正，三身系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一正一切正，佛嘅慈悲，佛嘅智慧，佛嘅果德，同样嘅圆满，绝对不能讲边一尊佛大，边一尊佛细，边一尊佛圣，边一尊佛劣。这个大势胜劣经常亦有，那些叫方便说，那些不是真实说，真实说是平等的，是相同的，所以这个地方等齐无二，等是平等，齐是整齐，无有高下，叫无二。咁根据前面经文上嘅理论，诸佛如来正遍知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呢个确实见到平等啦。咁我哋念一尊佛，无论念边一尊佛，念一尊菩萨，无论念边一尊菩萨，一切都念到啊！绝对唔系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欢喜，大势至菩萨都实度喺度嬲啊！冇呢个道理啊！嗰啲系凡夫啊！只有呢种妄想。诸佛如来无啊，嗰啲系你念佛念菩萨系你觉啊。诸佛菩萨睇到众生觉悟啦，呢个此觉现前，咁点唔欢喜？人人都欢喜啊，个个都欢喜啊。而我哋凡夫唔明白事实真相。个人呢执着门户之见，我修净土一定要念阿弥陀佛，念其他的佛都不得。那个学教的一定念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阿弥陀佛也不需要念。个人执着一端，互争胜负，这些都是妄想在作祟，全是属于妄想，不是事实。不明法界的真相，这个地方跟我们解释法界，端身一座影现无方。咁我哋谂一谂，阿弥陀佛入我哋心想中，释迦牟尼佛、药师佛，我哋好熟嘅，入唔入我哋心想中？佛入众生心想中，大菩萨亦入众生心想中，何况？这些大菩萨要从他的本职上来讲，早都已经成了佛了。观世音菩萨九愿劫就成佛了，不但连这些菩萨声闻众之中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讲，目犍连舍利弗都是九愿劫已经成佛了。道家慈航
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会里面示现的是阿罗汉身份出现，其实呢，其实他是古佛再来。那焉由不入众生心上中啊，由此可知，花严上讲得啱，一即一切，念一尊佛就是念一切诸佛，念哪一尊呢？随便哪一尊都是一样的，不能指定一定念阿弥陀佛只是念一切诸佛。再同各位讲，任何一尊佛都表一切诸佛，这个字圆满啊，所以他的一是任一，不是独人啊，不是指定特别指定的那一个一，他是任一，咁至真正平等。这个是真正有偏常之意，依附有缘，是临法界。临是到达，是无间断，无间断的，所以它自叫正片。间断怎叫片？无间断的，好像虚空一样，哪有间断？那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啊，依附有缘，这个附就是感应，好像普门品里面讲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那个附有缘就是应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，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应以什么身得道，他就现什么样的身得道了。所以佛菩萨到底那个相是什么样的呢？佛菩萨无相，他如果有一定的相，就不能随众生变化了，因为他没有一定的相，所以他就随住众生心想变现。你心里面想什么样，他就变现什么样，变出来呢，一定叫你称心如意，你见到了生欢喜心。换句话讲，随住个人意念审美观念不同，他能够如众生之愿变现。这个变现是不是有心的呢？无心的，绝对无心。有心的变现那就错了，就不能现得这么圆满。这样看起来，佛菩萨所言的一切境界上，他是无意的，我们是有意的。变现出来的正适合于我意，确实是我心想生，不是他心想生，是我们心想生。咁下面讲法界，法界就係我哋今日所讲嘅宇宙。
宇宙用现代话嚟讲，就系时空啊！任何一物都不能超越时空。时间是从纵的方面讲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；空是讲的空间、十方；时间是三世，三世十方就整个都包括了。下面讲法界有三义，一者心遍故解法界。法界是为心所现，因此这个心是遍满法界。这个意思很不容易体会。心怎会遍满法界呢？法界太大太大了，我们的心几细啊？心都在身体里面时常想住这个心，所以这个各位要读到灵验呢，大概就能够明白一些了。佛家讲的心不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，实际讲呢亦能做证明。我哋六根嘅能力就係心嘅能力，心能。六根实在讲係工具，离开咗呢个心嘅能力，佢不起作用。我哋能见，我哋见得好远，假如我哋心达唔到，你点会见得到呢？能所都是心性的作用，我们耳仔会听，亦能听得好远。现在我们是凡夫，我们很多很多的障碍，距离太远的我们听不到，但是现在这科学的仪器，地球的那一边甚至于太空当中，我哋亦能够听到啦。我哋心如果唔喺嗰个地方，你点会听到？呢个系证实咗我哋嘅心确确实实系好大噶。楞严经上嗰个比喻就更妙啦。佛将心，将我哋嘅心比作虚空，将我哋现前呢个虚空呢比作一片云彩。心包太虚，就好似虚空包含云彩一样。从呢个比喻当中，我哋能体会到我哋自己真心太大太大了。真心是我们的本人，真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，万事万法都是从真心变现出来的。这个心是能变，法界是所变啊！心是能知能觉，变现出来的法界是我们的所知所觉。心变法界，那法界怎会不觉呢？怎会不知呢？解就是明了理解，所以法界它明了，他能够理解，这个是从能，从这个能来讲的。
能知。弥陀经常讲这个无量寿经常讲的无从。十方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西方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。我们一举一动他看得到，他们眼睛看得很清楚。我们在这里讲悄悄话，第三个人听不到，他们听得很清楚。西方极乐世界人听得很清楚，我们起心动念人家通通知道。你要问为什么呢？这三句就跟我们解释了。跟各位同修说，这个叫本能，一点都不奇怪。他们有这个能力，我们亦有这个能力。这个能力迷失了，迷失不是真的失去，是因为迷暂时不起作用，不迷了，这个能力就恢复了，这个作用又现前。真心里头无私心，那个思是迷惑，真心不迷。我们自己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总而言之，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什么？迷惑颠倒啊。诸佛菩萨不怪你，为什么不怪你呢？正常现象，他做凡夫的时候亦是这样的。现在他破迷开悟了，所以他看看我们，想想他过去就是这个样，他怎会见怪呢？不会见怪的，反而我们自己见怪了。这个错在我们这里，他那里没有错。这个是讲他这个六根的能力。第二呢，身遍故解法界，假如身要不遍，单单是心遍，那就是我们时常讲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我们虽然知道你，但是我帮不上忙，必须心到身亦到，那就有办法了。这个身遍就是催泪化身，观世音三十二应身。这个三十二是三十二种类，不是讲三十二个身，三十二个身太少了，那些没什么用的。每一类里面都是无量无边身啊，随类化身。那我们要再问了，到底随几多类呢？一个众生就是一类，真的是能够现无边身，无量无边身啊。这个是他的能力如此，而且彼此决定无妨碍，这个叫真正得大自在。身亦遍，身为什么能遍呢？身是身变现出来的，身是所变的，心是能变的，所以心遍法界，身当然遍法界。三者无障碍故解法界，假如单单讲到
心遍同身遍，佛系咁样嘅。我哋问我哋边一个唔系咁样，都系啊。佛遍，我哋亦遍，你亦遍，大家都系遍法界。但系第三个我哋就冇啦。第三个系佢冇障碍，我哋有障碍啊。我哋有障碍，虽然心遍身遍，依家我哋嗰个解变成不解啦，虽遍而不解，不解变成无明啦。所以越有障碍，就系心遍。故不解法界，身遍亦不解法界，变成咁嘅一个状态。呢个令到我哋真正认识迷悟嘅重要性。所以佛法嘅教学就系喺破迷开悟。正由心道，故身亦随道。身随于心，固然是法界身。这个意思，我们可以稍微明了一点了。明了诸佛菩萨随类应身。这个原理，我们懂得了，确确实实他有能力随类现身。咁我哋如何减得诸佛菩萨随类现身呢？从心想生。所以依家呢个社会有好多用功嘅人，我不能不佩服佢。点解呢？佢嘅功夫如果用得不精纯，佢得唔到感应。佢能够得到好殊胜嘅感应，乜嘢殊胜呢？魔嚟附身，妖魔鬼怪附身。好多得咗呢个正放嘅人，我喺国内国外都遇到，碰过魔鬼缠身。你问我，问我有咩方法能够将呢个邪魔赶走呢？所以我遇到嘅呢啲人嚟揾我，我第一句就问佢：你系咪好鍾意神通？佢点点头系。日日喺度想，将呢个妖魔鬼怪都想嚟啦，从心想生啦嘛。佢不想佛，佢如果将呢个功夫用喺想佛、佛菩萨现前，所以我好佩服佢，佢哋好用功，所以得神经分裂症啊。佢如果唔用功，佢唔会得呢个病。魔因嚟附身，再想将佢赶走，唔系咁容易嘅事情。点解呢？佢俾魔控制咗。我哋教佢念佛，念几声，佢就转咗念头想其他噶啦。就系佢嘅精神已经不能集中，自己已经作不了主宰，已经俾呢个外边无形嘅嘢所控制。呢个非常可怜，冇法子救噶啦。这个事实道理我懂得，我救不了他。你说救的方法有没有？有，但是他用不上，他已经自己不能作主。我举人帮他做功德，那个力量好有限。
后啲家人非常关心，替佢念经念咒，呢个印经布施放生，做种种功德同佢回向都冇效，所以效果好微弱。人哋去帮助佢，嗰啲必须要好似地藏经上婆罗门女、光梦女嗰一种修学嘅方法，得决定能够。再凶嘅魔亦会离，亦会离开，但系屋企人冇发咁大嘅心啊。光目女发嘅真心，嗰啲唔系假心啊，唔系虚情假意，系真心。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，呢、这个大心一发啦，魔会离开，佢就唔敢缠绕啦。所以你睇光目女、婆罗门女，亲人堕喺地狱里边。他一发心能够从地狱脱离，生到都离天，何况几个小魔附身，那算得了什么？但是家人谁肯跟他发这么大的心呢？这个难啊，太难太难了。所以佛门当中时常讲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确实这个话讲得无错。魔来附身有没有办法求佛令他离开？有。问题就怕你自己做不到，佛是真有方法教给你。因此我们亦就明了了，我们果然念念想佛，想念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，我们必定得生净土。就好像经常所讲的消灾灭罪、往生不退成佛，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通通得到。再看底下，言化界者，是所化之境，即众生界也。这个是对佛讲的。就佛而言，他的法界就是他教化度脱的对象，他决定没有分别，决定没有差等，诸佛菩萨心是清净的，心是平等的，而清净心、平等心对法界一切有缘众生，咁法界就我哋呢个身份嚟讲咧，法界系我哋修行正果嘅环境，尽虚空遍法界。都是我们修学的增上缘，只要你会用，你会用，没有一样不是帮助你成就道业。你不会用，那就样样都成障碍了，诸佛菩萨都变成障碍。这个不会用确实是这样。有一些执着的，譬如说我们拜阿弥陀佛的，我们药师佛不拜，
睇到其他嘅佛菩萨都讨厌，就变成障碍啦。佛菩萨都变成障碍啊！咁样念阿弥陀佛，能不能往生呢？能往生，生嘅品位唔高。点解呢？因为你有分别执着。你如果话拜阿弥陀佛，对其他一切诸佛菩萨同阿弥陀佛同样嘅恭敬。咁虽然同样恭敬，我尊拜阿弥陀佛，咁你往生嘅品位就高啦。点解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同样恭敬，要尊拜一尊呢？因闷深入，呢个系我修学容易成就，系方便法门。对其他诸佛菩萨，甚至其他一切经典法门，决定冇有高下之分。如果不依方便，我哋就无门可入。一部经、一尊佛、一法门叫方便法，我哋从呢个法门入去，呢个就啱啦。言身者，是能化之身，即诸佛身也。佛能够随类化身，底下讲现入众生心上中，乃由众心起念，愿见诸佛。佛即以无碍自知，即能入彼心上中现。但诸行者，这个诸行者就是这个各位修行的人，修行这个法门的人，若想念中，在你想念中的时候，佛现前了。就好像我们这个经前面讲的，阿弥陀佛也讲，这个是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。这个韦提希夫人亦想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观音世子立刻现前了，这个是心上中。还有呢，若梦若定中见者，都是这个意思。或者是有人在定中见到见佛，或者有人在梦中见佛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感应。咁感应最殊胜嘅，唔系梦中，亦唔系定中，喺想念之中现前，呢个系最殊胜嘅。但系喺呢度呢，又必须要同各位讲明白，呢个偶尔见系正确嘅。如果时常见，问题就大啦，咁就有问题啦。呢个时常见啊，唔系正常嘅。偶尔见，大概系乜嘢时候见呢？呢个见佛嘅时候有三种因缘。这个是正确的。第一种是帮助你建立信心，所以往往我们在初学佛的人有很多碎相，增长我们的信心。信心建立之后，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这个不是退心啊。有一些同修跟我讲，我初学佛的时候时常有碎相，见到光，闻到这个异香，现在好耐都冇了，是不是功夫退失了呢？不见得。不见得。这个不要去想这些，不要去计较。
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。另外一种一个时候是我们这个定初成的时候，好像这里说初得三昧的时候会见到。这个时候见到就能够证明自己是不是成就三昧。三昧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，正常的享受。见到佛像，见如不见，见了之后决定不动心。这个时候会现前。那我们要再问一问，这个佛像为什么不时常现给你看呢？时常现给你看，你会发狂啊。佛不但是没有帮助你，反而害了你，你会高兴得不得了，发狂啊，自以为了不起啊，共高我慢就看不起人家了，我日日见佛，你们功夫差远了，那就坏了，那就完全退堕了，所以不能时常接触，这个是偶尔同你做个证明。第三个时候呢，临终的时候，佛来接引，大概就这三种机缘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你所见的是好境界，决定不是梦。这个时常见到，一个星期见几次，决定是魔王变现的，魔来冒充的，来扰乱你的，不是好事情啊。所有一切法门随相感应有，但不是好密集，不是时时有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这个底下一段我们从179面第一行看起，第一行最后一句，这个修学的方法，这上面写得很清楚，大家自己要多看几篇，我们经本印得很多，没有的可以向柜台请一本带回去，因为注解里面很多我都将它省略了，不是很重要的部分都省略了。作此想时，佛像端严相好，具足了然而言，乃由心缘一一相故，即一一相言，心若不圆，众相不可见。这个就是前面讲的这个观相的方法，我讲过了，从佛的身上顶上慢慢上到下面，哎，上到化座，按住这个顺序次第的上，或者呢先从化座往上边一直上到佛顶都可以，都要按次第，不能够错乱的。这个是佛像端严相好，相是属于果报，果必有因。佛在大经里面时常讲，好像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，成佛之后，还要以100劫的时间
嚟收上好。各位要知道，圣佛系为上好系福报啊！纵然有圆满嘅智慧，如果无福，度不了众生。所以呢个世出世间福报真的很重要，有很多人疏忽了，将这个福德看轻了，那些是错误的。纵然修成了，智慧修成了，佛门里面时常讲，又为无福啊，罗汉托空钵。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我哋生活方式系托钵，佢冇福报，冇福报，冇人供养佢，日日挨肚饿。佢真有智慧，同众生冇缘，冇福报就系冇缘分。大家唔供养佢，呢个系修行偏喺一边啊，呢个系错误嘅。仲有偏喺福报，专修福报，唔修智慧。佛又讲：修福唔修慧，大象挂璎珞。福报太大啦，冇智慧，来生到畜生道去投胎，变成大象。古时候呢个大象，帝王骑嘅大象。哦，嗰一身嘅珠宝挂喺身上啊，畜生大象挂璎珞啊，佢好有福报，冇智慧，所以佛教俾我哋福慧双修啊。你谂下睇呢、这个字，福慧双修，福仲摆喺第一，冇讲慧福双修。福慧双修，咁至知道呢个修福重要。咁佛喺呢度教俾我哋修福呢个方法妙极啦，唔需要百劫去修上好，点修三十以上八十种好呢？上佛的相好，自己这个相好就变成佛相。所以大家这个人，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一样，哪一个不爱靓，哪个又不爱自己好漂亮呢，好美满呢，但是自己面貌偏偏有缺陷，尤其到老的时候，一年比一年衰老。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从心想生，心里面想的是恶念，那个相怎么变好呢？你看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都是很圆满的福德修成的。佛在这里教给我们，单想佛的相好，慢慢自己面貌就变成佛一样。这个方法好啊，简单，用的时间少，快速，确实有效，因为在理论上讲得通的。我们时常想佛，时常想菩萨，想佢嘅相好光明，慢慢嘅自己呢个相会变。你睇睇呢个睇相算命嘅唔都讲相随心转啊？你呢个心里头日日有佛嘅相，有菩萨嘅相，佢自自然然不知不觉，佢就变成菩萨，变成一个佛相。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经常得到的，眼前就得到好处了。
就能改造我们的命运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要想佛的全心，佛的大愿大行。我们要时常记在心里面，时常效法诸佛菩萨，普度众生的宏愿。我们的心似佛心，我们的愿似佛的愿，我们的行为似佛的行为，我们这个面貌人人亦想佛的面貌。在我想呢，两三年你就变了样子了，真的就变了。你这一变就度化很多人，你家的人现在很多同修跟我说，我学佛家人都不学佛，屋企嘅人点样唔学佛咧？你学佛冇成绩啦嘛？你话学佛好啊？好喺边度咧？攞唔出好嘢出嚟啊嘛！果然学咗三年啦，呢个面貌生得同佛菩萨一样，你屋企人一定个个都学佛啦，系咪啊？呢个学佛真有效，面貌越嚟越美满，我哋讲越嚟越漂亮。越来越年轻，你不要他学，他都搏命的学，自然就学了。这个是接引众生、度化众生最好的方法。你学佛要拿出成绩出来，